不是我的了吗？啊，没你了，这样你拿。啊，所以要这个手啊，不能这样，这样我都不是我的。所以说在这样的条件底下呢，我要这个手就提起来了。这个呢，把这个绳子抬起来，这个不好了，你抬我，对吧？空的，你抬上我都是空的。这个结构动多少，这个也是，但是整体，如果我走动了，结构没有动，这样的话，走动多少，结构也动多少，真是整体了。我这样拧了，妈咪身体就没有平衡了，那这里对，都往前了，这。要往前，这里往多少，这里也是往多少呢？不平衡了，是了，哎，对了，准了，那也不能拿，这是平衡稳了的，不能这样子，啊，那这这，上面来多少，下面还来多少，啊啊，那这，这是稳，哎，只不过我牵你这个手，你这个手给我牵上了，只不过你牵我这个手，你牵我这个手。我给你切了，那你再切我这个手，我这个手不动了，我用这个手给你，那你有外向了吗？有外向吗？这是我，因为我呢，我这个手不动了，这样切了跟你呢没有了，我这个平衡是不是来了？你看，我这个切右边，所以我切你的手。你这个表给我，你这里不够，哎，对了对了，哎，对吧？你有整体感觉了，啊，这样就好了。